我们现在在哈利波特的那个城堡里面吃饭，这叫三把扫帚酒吧好吧。哦，三把扫帚酒吧，好的，没问题。这是他那个 Butter Bill， 就是很多人都推荐说要来买的，我们还点了一个套餐叫 Christmas Platter。 嗯，圣诞，那是个什么烤鸡啊？应该是吧，我们都切块肠吧，切块肠尝尝，切块肠尝尝。放在这儿，没看见我们。要想要点酱，啊，它有酱，那尝尝。这不是汤。Really？ 这是奶油浓汤吗？哦，是的，这是汤，有一份汤。对，就有点烫。好喝吗？啊，没有酒精。因为你上面喝到的是奶油吧？它特别。它上面是奶油，下面的是那种像气泡饮料一样的。这个酒啊，当场买它那个比较有仪式感的马克杯要4600多块，然后普通杯子，这样的杯子，这个也要600块。那还好呀，600块的话换算成人民币才只要几十块钱，你几十块钱在一个一次性杯子，对，但你几十块钱在酒店里面，在那个景点里面搞一个喝的，我觉得还是不。喝的是单独算钱，杯子是要钱的，一次性杯子要单独算钱的。对，一次性杯子600块，这杯酒是1400块。疯了吧？我们拿出我们的水杯可以吗？刀，咱们俩就不用刀了吧？你这个手抓起来，你还是洗。你弄着，我喝很脏。你没有喝到这汤的是不是？嗯，里面还有土豆，有洋葱。哇，现在这个汤好。那你妈妈来了，只能吃这段是吧？对，鸡腿就是你妈妈从家里面去的。我妈会自己从家里面带上吃的再来。门口人拦着怎么办？藏在衣服里啊？对呀、啊。我们那时候世博会，去世博会玩，基本都是吃的自己带的。我觉得人家人吃东西贵，我觉得你都不在外面吃东西，你心态吧。但环境有什么不一样？它是因为雪特性，那是大雨，是半直热型，半直热。我鸡翅，干嘛？有点都给我。吃什么？你叫。吃鸡胸。因为他知道吃东西特别快。我要不提醒他。不拦着，马上就没了。他在那块撕撕骨头，那我就把东西吃光。还有酱吗？有。这下面放了这个奶油，就假装是那个啤酒的泡泡。然后下面是一种，就是那种气泡饮料，营造那个啤酒的口感。我看中了这个小鸡。好了，小鸡腿好了。我看中了这个小鸡腿，然后拿出了一个红包。剩下的肉是我的了吗？那肉是。
因为他可能不动，永远啃不干净。所以我们俩分工特别明显，他肉吃，我偏炒菜。我们现在从雇人车上下来了，这边有个圣诞树，这人好坏啊！我真的吓尿死，他在那笑。我们看看有没有 ATM 去取点钱。ATM 就在那边，就在那个中间那边。我们下一个地方就要离开这了，我们看那个找个礼品店去逛逛。找个礼品店逛逛啊，那走吧。基本上都是卖帽子、卖魔杖、卖魔。反正都是我们不会买的东西。这个好看。这有一个袍子，魔法袍，还有呢，然后有一个质量巨差的毛衣。好棒哦！而且这个是那个电子的，哦，是吗？它那个像用一个红外遥控器嘛，它发一个红外信号给在园区里面的东西可以互动。骗钱的！哦，架子可以。多少钱？5800。可珍贵。但是这是他那个官方的，我要买单个的，以防我再买一根，因为他那个价俩，这多少钱？5400，便宜死了，来一个吧。可以啊。5400多少？400。嗯，差不多。但不然你那魔杖没地方放呀。是啊。而且这是官方出的呀。对。那我们买，哎，你买个带盒子的呀，它是只有这样的，没有盒子的吗 ？Really？ 那你准备，那这怎么给你带过去啊？就放在那儿。真的吗？或者说在门口他会帮你打包一个。你问一下工作人员。啊，不过它这标签贴在这儿了，它这应该就是这样子。对啊，我觉得是。那行啊，那就买一个吧。我拿一个里面。没有被人摸过的。但我觉得这个好看哎，真的。是吗？那就买一个这个，因为这没贵多少。你觉得哪个好看？这个好看。是不是？是。你买个这个吧，以后给你儿子再买一根，你们爷俩一人一根。还有一个没去过呢，还有一个新加坡的我没去过。啊，对啊。你们爷俩一人一根。我觉得买袍子是完全没有用，连摆着看都不行，因为你不会穿。好了，我们收集齐全了吧？来看点啥？哦，他有那个好看。但这个好酷啊！贵的。哎，不是，我觉得这个好像两根，你只能一头一尾这样摆。对啊。你觉得呢？放上了杆子之后 ，X 其实也蛮好看的。啊？我说放上杆子之后 ，X 那个也蛮好看的。是吧？你觉得呢？给自己买第二根的机会吧。那就买这个吧。因为我估计你儿子到时候也会要买的。啊，就是那个。OK，Thank you。Yeah, camera. This will be me. Yeah. 可以的。Yeah. I'm gonna show you one. Oh, thank you. Where did you come from? China. China. 你好。
你知道他可以退税是不是 they have this no what's that after shopping go near the entrance the shop is tax free shop you can tax free the bar ok yeah 你就说了一会儿去那个应该是什么前台的柜台什么的吧还可以退税棒我们到边上不要按人家排队给这个小孩买一个小礼物买一个小小东西这是我们给他上衣记得我当时在新加坡买了一个 T 恤，现在被我当睡衣穿。好 ，Thank you for waiting. Thank you. 那我把你发票带着。好，我们从那走。拜拜。嗨。刚刚有个小姐姐超好看的，看得我目不转睛的盯着她看。在这里呢。500块的税，能坐好几趟地铁。我觉得退个税，500日币退税的队应该也很长。我怀疑也是。那我们好像没别的要买的，是不是？你扔下垃圾，你要不要上厕所？我没有什么，我不需要上厕所。都给我吓尿了。所以上完了吗？对，上完了。在水上。哇、哦，这个也很美耶。我好像，我想看看这个，这超酷的。好了，这是卖啥的？哦，这人好恶心哦，他都吐出来糖。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哎，耶，就算看到了。我想买 ice cream。行啊，连我家买。好的，我一路上好多 ice cream， 我都看一下。这个。我被他的泡泡碰到脸上。多可爱呀！我们应该也带上我们的泡泡。我们可以 spread。30分钟其实也还行。我们正好赶上一个表演，就进来看看。这个叫海世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哇哦！哇哦！哇哦！难怪那边要穿雨披。哇，这边好多好多人啊！他是一会儿要有表演了，是不是啊？刚刚我们去做了一个推荐给小孩子玩的，结果把我吓得不行。然后我们俩就为了正着坐过山车还是背着坐过山车比较吓人，进行了一番讨论，发现我们俩是不同的流派。现在我们要去小黄人那儿吃个晚饭，然后看小黄人的表演。然后就差不多了吧，看完小黄人可能要6点多了。现在天暗了，有点冷。我们排队的时候走到我们前面那个人，他就疯狂跺脚，他冻死了。他刚刚买了杯饮料，跟我们。那个刚刚那个项目有需要把包存起来吗？但是。
但是那个钱包需要硬币，我们就去买了杯饮料，然后就有硬币了。累。这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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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啊！我觉得晚上肯定是有表演的，当心有台阶。哎呦！我们现在在那个小黄人的那个主题餐厅，点了两份小黄人套餐，大家可以去取餐了，特别可爱。我看到那个 menu 上面就是做成了小黄人的样子。我们一会儿5点半到6点还有一个演出要看，所以要尽快吃完了，然后去看演出。就等着我的餐点到了，饭来了，好可爱哦！但他这个特别惨，这个我们点了一个甜点套餐，它就是一个泡芙。我们现在玩完最后一个项目了，准备出去出园了。然后现在天都黑了，它这个好漂亮，用你的手机拍一张呢。要不去坐这看一会儿？看啥？不知道，看这个东西啊。它几点钟开始啊？好美，我感觉这视频可能没有你手机拍出来效果好。我们现在出园，不高兴看那个表演了，等太久了。它这边灯开了，好漂亮，好美啊！我要举着拍一会儿。就这个，多少钱？2400，还行。你要想要你就买一个。他想买这个，就长这样。这小朋友就想买肉。26，你在大巴车那个帅一点，但是这个比较有吸引力，这个吧。买这个，那买吧。这个也是拼的，是吗？那个银的好看。这个球不圆，那个好看。这球就圆到哪里去了吗？你这乐高本来就不圆吗？这不便宜，2300呢。下次吧，我觉得别的应该也有。我们这扣了一点，不是我们的。抖屁股。可爱。这汽车摆件吗？对。不是太阳能的。对啊，就是太阳能也可以汽车。就是汽车摆件，太阳能的。不听话的小朋友买个具备的玩具，给你不听话的小朋友买个具备的玩具。你这个小朋友买个玩具开心吗？我怀疑全。你不是给你同学买的，你不是给你是那个同事买的吗？去贴纸。买了个无锡的。无锡的不好吗？
为了弄这个，因为他本来说的是去日本就是带一个，他说可以给他带那个大阪，我说比这便宜多了，东京的，对，我好懂，他那个是。哇，这也不错，吃完还可以放在家里摆着，还比这还便宜，这还好看，要不买这个吧，买这个吧，但这个没你这好带，对的，带这个吧，还是等我们什么时候新加坡可以买，好不好？而且我不太讲实产品的，基本上就是买个球也。我也怀疑家里也有点产品。说服自己的就。对呀、啊。玩完了就是 shopping 时候。我们已经从环球影城这个大门出来了，刚刚我们还去把我们买的东西退了个税，现在准备来交拍这个球球。